哎，对，就这些照片，啊，不是在你电脑里吗？怎么这传到网上去了呢？那个，申宇啊，我一贯认为哈，就是这些照片呢，它属于是你的私人物品，对吧？ 是可以，也不用被删除的个人回忆，但是，啊，但是如果它是被传到网上去公诸于众，这太过了点吧？你觉得是我传的吗？那谁还有这些照片啊？你媳妇儿有那么欠吗？满世界的散自己的离婚史啊？不是，不是什么呀？ 我就是说吧，你说，办公室，你想想是不是哪天你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忘了关自己这个电脑主页，然后让别人就趁虚而入，伺机破坏？我们办公室的人啊，跟你们还真不一样，每天喜欢勾心斗角的。我就说是，有人趁虚而入嘛。哎，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啊？ 对呀，我不堪回首的历史被曝光，怎么我不着急呢？你上蹿下跳算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特懊恼吧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什么叫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你现在是别人要搬起石头砸我了？嗯，真的？是真的。 王大鹏，沈老师，我跟他说我放手了，他很开心，我很难过。时间会冲淡一切的，相信我。哦，大鹏，老师有一个忙需要你帮，可以吗？你的电脑被入侵了，是中病毒了吗？ 有人用黑客软件入侵了你的电脑，从相册盗取照片，然后传到网上。不过入侵者是最初级那种，很容易被找到。你的 IP 已经复制在我 U 盘上了。只要他再入侵进来，我就可以通过谷歌地图查到他的位置。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。那太好了，大鹏，我觉得你绝对是一个有魅力的男生，以后会有更好的姑娘喜欢你的，相信我。沈老师。 你有点虚伪。你喜欢励志哥可以，别人带着喜欢我也可以，但是你动用我的私人藏品，是不是应该先跟我打个招呼呢？ 那天早上看到你跟励志哥暧暧昧昧的，就觉着有问题。陈念，偶遇，谈不上暧昧吧？我每天早上都来这里背英语，他来之前从未见你晨练过。好吧，下一话题。所以我就很好奇，就想看看，没想到你们俩真有一腿。注意措辞。还有过婚姻。 沈老师，其实我挺生气的，你们每张合影都那么甜蜜，可你们离婚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嫌他穷，还是魏院长第三者插足，所以我就把你们的照片放到了网上，希望会有人来解密。其实结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，两个人有爱情、有冲动，他们就可以结婚，因为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。但是离婚就不一样了。 离婚需要两个人深思熟虑，需要两个人冷静下来，好好思考才能做决定。因为离婚不光是两个人的事儿。我觉得沈老师说的太精彩了，你有必要记下来，可能以后有用。你这么调侃，好像太不尊重你上一段婚姻了吧？想听实话吗？可以吗？我之所以
敢调侃自己，是因为其实我们跟你一样简单，有时候越是简单越是会把事情想复杂化，让对方累也让自己累。所以通过你这件事儿，我倒觉得我可以回过头来好好想想了。你想清楚答案会告诉我吗？那要看你是不是我朋友了。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？你觉得呢，励志哥？先告诉我你的名字吧。戴晓彤。你知道网络有的时候会把整个事件弄得很复杂，这原本是一件好事，可是现在搞得所有人都很难看，真的很难看。所以我个人建议，如果你能放弃今年高考，离开这里，让风浪自己平息掉，我相信对所有人都有好处，包括文艺学院乃至整个师大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霍伟林，如果你向他屈从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会看不起你。这个是药啊，回来了，吃饭了没有啊？那边为什么请他啊？不觉得自己猥琐吗？哎，这又是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就是那个华伟林的事儿吧，有点复杂。你就是丢盔弃甲、无力收拾、惊惶不堪，所以采取了卑鄙的手段。华伟林怎么了？不关你的事吧？我跟华伟林有没有在打仗，是不是根本不存在丢盔弃甲之说？我只是在做通盘考虑。你说，毕竟在网上被曝光出来的人是你呀。对呀，被曝光的人是我呀。我都没觉得丢人，你来什么劲呀？再说了，学校的同事大部分都知道我们俩是二婚，你能丢什么人啊？你们俩怎么聊起这事儿来了？不是吧，这事儿跟您真的是没关系。对，这事儿只跟他有关系，他让自己玩现眼了。陈云，怎么了？当着孩子的面说话能不能注意点？我说什么了？你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了呀？你说什么了呀？你敢做，为什么怕人说呢？咱俩能不能进屋再说啊？哎呀，小雨啊，那个你们能不能带孩子先进屋？能。来，小雨，来，爸，哎，我爸呢？他们去公园了。都出去了，这。这豆也没接完啊。沈宇啊，那个我问你个事儿啊，有一个叫戴晓彤的女生，历史系的，你都答应过她什么了？什么呀？她在网上发了个帖子，说是你沈宇老师答应对他讲述一些你跟励志哥之间的故事啊，而且他现在专门开了个窗口准备连载，现在网上是一片期待啊。是吗？这孩子，
不是，你笑什么呢？这真是你做的吗？怎么了？哎，你这么做就过分了吧？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干呢？我自己的故事跟一个跟我当年很像的女生分享，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可这些是你的隐私啊。对啊，是不是我的隐私是不是应该由我自己决定啊？但是他让我很难堪了。啊，你不知道啊，现在学校里传的已经沸沸扬扬的了，一堆人等着看笑话。他让我很难堪了。你终于承认这是一场尊严的游戏了。对啊，这就是场尊严的游戏啊。你的丈夫尊严受损，那么你就有义务站出来停止他，而不是再去添柴加火。你是始作俑者，凭什么让我给你擦屁股呀？因为你是我老婆，你不是他老婆。你非要把事端挑起来，现在戏演砸了。你但凡低个头认个错，好好说话，这事儿也就翻篇了。你居然跟我吼！你现在需要跟你老婆吼才能找到尊严了是吧？那我告诉你，你连这点尊严都别想有。哎，不是你，你干什么去？啊？沈宇，沈宇，哎，你别闹了行吗？你就算想抢银行，你也得告诉我要抢哪一家嘛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想好了，我要跟你私奔。私奔？对，如果我们私奔了，会有一堆人疯掉，对吗？对。我已经让很多人疯掉过了，让他们再疯一次又怎么样呢？你多大的人，你别跟小孩子一样行吗？你一个大男人，可不可以不要老跟被人劫色了一样，行吗？就说我骨子里是流氓，没错，别让我来劲，但凡我来劲的话，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反正是文明先挑起来的。你想闹我就陪你闹呗，你别叨叨叨的给自己壮胆。你不相信我什么都豁得出去是吗？就像你不信当初我们会以离婚收场一样，对吧？沈宇，我们已经说好了，谁都别再追究过去。正好戴晓彤想听我们的故事，那我就在老故事的基础上友情送他一个新故事好了。